就所有人要跑，一个人追所有人，先抓到的另外一个人要又追所有人。我觉得那个最有意思。小时以前的话，在山上读书，小时候流行的不是捉迷藏吗？没，那个时候我们玩这个，我们他妈在那矿山上面读书，矿区嘛，在山上面读书，他妈追人，有一次他妈追到山下面去了，他妈第二节课都上了，都还没跑回来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玩是你妈骑着一个人打架哎，呀。有没有人敢跟我玩连连看啊？连连看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头晕，玩这个游戏头晕。哦，他们不会玩呀！我本来想说，我长江以北画条线没有对手，打一把阿川。来啊！无道具场，无道具酒，你进来了，我告诉你多快。好吧，看一下传说中的快手龙。我来 OB，我来 OB。连连看在哪呀？你看一妈下传说嗨中的快呀！手龙。想当年，我连连看是拿过我们那个网吧的一个季军的，好吧？季军，奖了我5块钱网费。季军，几个人参赛啊？在哪边啊？黄翔，再报一下，报一下。无道具场，无道具酒。无道具厂，无道具酒，哪个桌啊？来，我跟住你。好了吗，陈一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连连看。你真的会玩吗？你很菜的话，就别跟我打了。哎呀，不吹牛逼啊！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吹牛逼的？这个东西你玩个两把容易眼花。快点，你们我开们啊！不开演。了我就开。哎，为什么我分比你还高啊，黄香？不道具我自认我不酒。会来玩了这个来游了，戏，你怎么哪里？怎么哪会里？比几你桌？高快不啊？快！都他妈2万分！我他妈2万分！我操！我都惊呆了。隐藏 boss，多少桌开？我不会玩这个游戏啊，在我印象中，来二桌，我印象中我不会玩这个游戏的呀，兄弟啊，哎，他对，妈的，怎么挤进来这么多？你们气人啊！哎，我能不能看啊？怎么 OB 啊？我进去了，干呀我不干要，呀！去做宝哥也很厉害的，我也不想啊，直打，接干直接干，我要 OB，这个可以这么多吗？我要 OB 啊！上帝。好吧，看一下黄日天的操他作。妈的，不道具场是不是黄日天是哪个 ID 啊？上帝，一样，狮子座，狮狮子子座，座，红翔。连击九，没有重移的选项啊。哎，我眼花了，我操，眼花了。哎，雪崩啊！嘚儿嘚儿嘚儿！盲人连连看，操！好想我操！完了完了，僵住了！我操，好久没玩了，僵住了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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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黄翔好快啊，黄翔！哎，僵住了！我操，找不到了呀！我操，瞎了！哎呦，僵住了呀！这他妈站节奏，基本上就给定了呀！这就僵住了。哎，我在想，为什么我有2万多分呀？说明峰哥你在装逼呀，你会玩的呀，你妈逼啊！我真不会。我记得玩连连看的时候，那一年我才18岁，好吧？操！我挂了20秒钟的机了。这他妈是死期啊！给的，哎呦，这找的道具用早了，妈逼的！哎，这个可以用道具的吗？
可以用一次那个转换形呀，可以让它变一下呀。盲人连连看，盲人连连看呀，盲人呀，盲人死了两个了，上帝还活着在对吧？老陈叫什么？哎，哎呦，操他妈的！再给我一把机会，我太久没玩了。上帝号称来来来来来，号称打平对吧？他妈号称网吧机，打平打平打平，号称网吧机。太久没玩了，胖头鱼，你别跳。被电脑打死了，我日他奶奶！这个怎么少一点啊？盲人连连看，盲人连连看。我操我操，我黄小手好快。没道具啊，用不了道具啊。啊？没有。怎么他们有连击35的了？黄翔才20多。我想没那个人快呀、啊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操！妈的，老子差一点赢了，老子差两个，爆比赛开了，妈的，妈了个逼的，然后我被骗了，讲呀，你骗我呀，兄弟们，剪刀石头布，我操！给你个信息，黄小你又要出了，有个逼已经只有10个、8个、6个了。有高手吗，峰哥？那个也不是高手呀。妈逼，有高手过来搞事啊！我操！我操不开挂的吧？哎，老子排第3，黄小你排第4，你他妈会不会玩啊？到底？菜鸡互捉。不是，他妈的有个高手满江的呀！我太久没玩了，川。哎妈的，这种要两个人单挑啊才行，要我们俩单挑。老有人说开了，这他妈老是被他抢了，我们怎么看得出谁屌啊？讲呀，阿川。那、打不过就说别人开挂，你们他妈的丢人。很丢人吗，阿刁？你打不过说开挂就丢人了呀！哎，黄家，为什么你要10000多分吹逼吹你很厉害啊？我以前很厉害，这个不光是分，我以前很厉害。网吧第3名那个网吧讲道理吗？3个人报名，报名费20块，他获得了5块钱网费，亏了15块。王日天，哥，你觉得我这个实力是纯吹出来的吗？我有实力的呀。你有个单的实力啊！我怎么感觉你妈？僵化呀、哎啊！我太久没玩了，没有以前那个手速了。以前都是手点到哪，他妈的这个东西就消到哪。你不是没手速，你是找不到呀，兄弟啊！我看你是找不到，你不是没手速啊！傻逼，这个逼有点搞事，这个逼搞事，妈个逼！好快！哎，我二逼算了，二逼算了。我日他妈的！不行，我一定要赢他一把，我一定要赢他一把。有点不服，好吧，这个游戏就是要不服，这个游戏很容易不服的，不是要不服。
不感觉这个游戏玩个十把眼就瞎了吧？好吧，这游戏玩一把我估计我就睡着了，头晕。我操，这一把黄仁天领先啊，领哦不对，有个逼又快没了，黄翔，给你个信息，有个逼又快没了，你妈又来了个高手，有个逼要没了，有个逼要没了，不是，哎，能不能单挑黄翔这个能不能单挑？哎，你妈了个逼，太快了吧！哎，单挑单挑，黄翔找个地方单挑，单挑单挑单挑，玩不了玩不了玩不了，不单挑看不出来实力。这个房间怎么一下就有人了？我可以设密码吗？这房间本来是没人的，突然跑进来好多人。妈的，一下就有人了！我本来是七个人，一下子开了好多桌了。弄个密码，弄个密码。哎，你看我在这里面分好像是最高的，有这说法没啊？我这两万多。峰哥，你的号是你老婆玩的吧？我设定密码。英雄，我操！设不了密码呀？开密码吗？我不会啊，不能设置密码。这是我玩的呀，你看我两万多分，我胜率才百分之三十四啊，充个 VIP 就可以设密码了，胜率才34%，我操！你老婆玩的吧？不，我以前自己玩过这个游戏。啊，黄翔来来，63，63，速度速度！哎，我们俩直接开，我们俩直接开开开！哎呦，这帮逼！哎呦，还有个小星星带头像的进来干嘛？我不进去，我他妈就 OB。你们两个开啊，你们两个找一个空的桌子直接开啊。我操，你看这上面和下面这两个是他妈逼夫妻档过来干我们两个吧。别人有小心心，你拿头打呀。哎，没这逼还不能开了，玩不了玩不了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比赛快开了，比赛快开了。那个人什么情况？一秒钟，一秒钟，我们比一秒钟没了。那比开挂了，真开挂了。那比是真开挂了。这是开挂了吗？那比来了个真开挂的，操他妈！真开挂了。哎呦，一秒钟笑完了，打你妈逼！好蠢。不是有一 v 一场吗？老山。好毛啊！比赛没开啊。妈的，龙神只能说不能高下，好吧？阿川，从你的速度来看，你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好吧？我们两个实力差距不大，我都不是吹逼选手。俄罗斯方块啊，吊打你们两兄弟！真的假的？雕哥，你别吹逼啊！俄罗斯方块，小时候我他妈玩烂过多少个游戏机？我感觉你在吹逼，我操，游戏机都被你怼烂了。来呀，俄罗斯方块，我操！来呀来呀，可以啊，看一下，找个俄罗斯方块。俄罗斯搞个一 v 一场啊！哎，你们都厉不厉害呀？都吹自己这么厉害。我骗俄罗斯吧，是、俄罗斯方块我厉害呀！俄罗斯方块，我骗俄罗斯的，我也会，好吧？哪里哪里？我拼俄罗斯啊！普通场房间啊！是不是火拼俄罗斯啊？我感觉是的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那就火拼俄罗斯。对对对对对，急急急，说话。几场几场？无道具电信吧。普通场啊。普通场。普通厂哪有二啊？只有网通电信普通厂。啊，普通厂电信二呀，房间二。电信二。我还在下载。为什么我还要下呢？我为什么也要下啊？普通厂电信二。他说老子。说什么版本不够？都要下。对对，都是版本不够。问题下不了啊！说老子下我也下不了，不是你换个房间嘛，无道具厂嘛。对啊，无道具厂呀。下不了，下不了。下不了，这个游戏下不了，下不了。这游戏应该是没什么人玩了，没什么人玩，下不了了。被办了。哎，看比赛吧，快开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会打桌球啊？哎，桌球我厉害，老陈，桌球我厉害。来来来来来，峰哥来来来，峰哥。来来来来来，桌球怎么找？就那个二 D 桌球还是三 D 桌球？可以可以，二 D 桌球，二 D 桌球。二 D。网。可以二 D 桌球，二 D 桌球。桌球我会打，但是电脑的没打过，好吧？真人的桌球我厉害，但是电脑的就算了吧，太没水平了。我们打八球吧，八球七区。
可以可以可以。八球七局房间二。可以可以。哎，你们是打斯洛克还是打黑八呀？哪个？八球七区房间二来了呗？几桌几桌？你说几桌？三桌快，三桌快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进来呗，我在读取游戏了。我在读取游戏啊。我操，妖精27%的资源拿32%的强。我先开球吗？怎么 OB 啊 ？OB 不了。是、啊。你要开啊！进，你们在哪？进，哎，什么多球？什么多球 ？OB 不了，怎么还是我打？多球吗？你人呢 ？OB 不了、啊，里面啊！啊，没开啊，没开、啊，我在准备，我操！对，不举手的，我操！老子没准备，你妈的！哎，是二 D 多球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谁开球啊？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，瑞，峰哥开球，哎。差点就进去了，老陈，喂，胖头鱼，这个球开得好啊！他妈，差点把自己开进去了，输了一个球给老陈。我操，老陈，双进，老陈可以啊！他妈，老陈找了一个自己拿手绝活。哎，你们在哪？再抱一下，峰哥，峰哥。打老陈，七区房间二，老陈你要一球打完，斯洛克吗？八球。哎呀，江呀，江呀，到峰哥，到峰哥了。哎，我连杆，哦，我可以再打一下。他刚刚犯规了，所以会连杆。妈开！好了，老陈发两个了，老陈。这是谁在打、啊？老陈呀、啊！我操，老陈，你还会这一招？艺术，艺术！老陈他妈的桌球好像很屌的样子啊！老陈，我操，这你都会？这他妈是丁俊晖的打法呀！哎，老陈，二连球。我操，老陈，这机会！我操，老陈，三连环！我操，老陈！峰哥，你是不是在 OB 啊？一直，哎，给妹妹呀！我操！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操，峰哥这个做球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但是能碰到灰色的吧？哦，褐色。哎，老陈打得不错。峰哥一杆收，峰哥。我操！我操！哎！关了，别拉开！不是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呦！啊、这两个球在一起。兄弟啊，你别把黑八投进去了呀！给掉了，我感觉要给掉了。我操，峰哥球是浪人，给掉了、感觉给掉了。这个球让老陈现实打是打不进的，但是在这里面打也打不进。哎，老陈，我操，老陈的球技还是厉害啊！峰哥不行呀，被爆了呀！没开，我很生气，好吧，我认真了这一把，这一把我认真了，这一把认真了。
他妈打最后一把，快点开始。没开啊？准备啊，准备啊。我都已经准备啊。啊、哦。回家啊。哦，没那个。老陈，白球老陈。我操！我操！差点开球就进了。这里面的球好像是容易进一点啊。我操，大力出奇迹，帮老陈进了一个。我操，我操，好吧，再下雷锋。我操我操，老陈、哎，这都打不进，这球蛮僵的呀，我这怎么打？来个技术球，是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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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了进了，哎，给力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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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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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粉碎。老陈，你好好瞄呀，老陈。不能打什么退感之类的吗？老陈，你在干嘛呀，老陈？这也可以。老陈他妈野路子呀，老陈打的球都是。好吧，老陈，这下你没球进了吧？哎，老陈说话了吗？我怎么听不到他说话？他没说话呀。我不是在说话吗？听不到说话吗？喂喂喂！现在听到了呀。现在听到了呀。哎。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很关键。缘分，不是缘分，缘分。哎呦，给点三个死球。我操，老陈。哎，哎。我好像看，好像粉碎。又来随缘，哎，还可以啊，老陈这个球打的、啊。老陈这个球打的不错啊，老陈。这是打的不错，老陈。六六六六六。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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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开了。兄弟，宝哥都说开了，能不开吗？宝哥的话还是要信的。飞机啊，对着老干爹。好吧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老陈，日后再战，日后再战。再重要，好吧，我要强退了。结束，2-0。日后再战，日后再战。
哪天有机会好吧。老陈，峰哥这个人很小气。哪天有，我感觉被他盯，感觉被他盯上了。哪天有机会好吧，现实我们来战一把，可以吧？现实那就更不用说了吧，我小时候都是打。